念来变卦，要留要离拢是拖磨，如今的我是要安怎？这回是向上，一个朋友。朋友？是甚物款的朋友？是公司一个同事。我敢捌看过。你为什么要瞒我？明明就是那个人的妹妹来看你，你为什么要瞒我？你为什么什么事情都不肯跟我说，就连被人家欺负你都不说？为什么？我是你哥哎！你就是因为什么事情都不肯跟我说，就连跟周家那小子交往你也不告诉我，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把哥当成外人？难道我真不值得你信任吗？哥，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知道你关心我。那你是为什么？因为。我怕你担心，我怕你为了我的事情烦恼。你为了治疗我跟秀玲的病，已经吃那么多苦，我不能再增加你的负担。没错，你是不想增加我的负担，可是你知不知道这样哥心里面会更痛苦的？不是我不好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。从小。我跟爸为了你吃了多少苦，你也知道。可是，你现在宁愿冒着生命危险，也要还那个小子的骨肉，你知道你这么做哥有多伤心啊？听哥的话，把孩子拿掉，好不好？就听哥这一次，好不好？哥，孩子是无辜的。没错，孩子是无辜的，可是你的生命对我们来说比任何人都重要。我知道，哥，我的身体只会拖累你跟爸爸，我宁愿拿我的命去换孩子的命。你，哥，你不是病人，不会了解病人的心情。我们随时都有面对死亡的可能。不会的，只要哥凑足了钱给你开刀，你不会死的，你不会死的。哥，不管我会不会死，我要对我自己负责。明天对我来说，随时都会消失。我要为我自己留下一个可以延续的生命，也为你们留下一个可以回忆的纪念。记得妈死的时候，爸爸对我们说，妈妈并没有死，因为她留下我们三个兄妹，就是妈妈的延续。
就是我生命的延续。可是如果你死了，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我什么都没有留下来，那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？既然没有意义，那我宁愿死。 已经考虑足久啊，我一定爱提出我的辞职单。你一定爱做我的辞职。我知影我这摆无论安怎留你，对留你袂住咧。来，谢谢。你是一个人才，这早就退休哦，实在是真拍算。 对了，你什么时阵要过加拿大？诶，即马手续是办到差不多了，我是准备月底就要走。对了，董事长，新的总经理人选，唔知影决定啊无？若无，我心肝内有一个真好的人选，伊就是吴建文吴经理啦。嗯，你吧，董事长，总经理。 今天找我遐，我已经决定好势，公司总经理这个位，要交予你去做。我，我会讲几摆，伫公司不准你安尼叫我，叫我董事长。是。 老总经理还袂出国进前，我嘛是，伊会用伊进前保护你个，对伊以后咧才是总经理有真大帮助。是。你搁是要创啥？你是不是答应我老爸讲？ 你要做总经理啊？我唔对，我是已经答应。你想得这么爱做总经理啊？凯良，你想清楚好不？不是我爱做总经理，是你自己想要做总经理。既然你遐尔想要做总经理，为什么把后边没有你爸爸死亡了？你想讲我无好好表现啊？你想讲我家有老爸看我袂起啊？我跟你讲，我今日变成的拢是你害啊！从啥你就啥物拢要加变，啥物拢要加取。 阮老爸搁特别提醒你，叫阮老爸，叫阮老爸，阿，赞啦你！我跟你讲，你唔通袂记你家己的生活，你是外口抱蛋的囡仔，阮手家的公司无调，甲你来接。阮老爸竟然叫你做总经理，你竟然敢接？你头壳歹哦你，啊？你头壳歹哦？我跟你讲。 那个打气球，我李安娜，我打个打气球，我李安娜，我李安娜，安娜，爸，你爸，家了，哎，家了，爸了，爸，唔敢行，我就知影你唔敢。我跟你讲，你嘛随讲爸讲，讲你无想要做总经理，讲你嘛无这能力做总经理啦，记起啊！ 我是徛喺遐做，徛喺遐创啥啦？我赢，想保护你。什么条件？第一，以后你的所作所为要有分寸，唔能够让爸爸失望，敢做？第二条件咧，去做何秀娟，讲伊听来听啦。这两个条件，你有法答应？ 好，我答应。感情的话，如果是愈拖磨，醉的人，酒醉的人，甘是上大。甘愿用酒，甘愿用酒安慰着我。小姐，吃药了。
后把药放在电视上面哦。秀官，你是我只是人为所害的查某，所以我一定要找你。你不骗我？啊？我想哪会骗？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绝对不可能骗你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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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家了。我知你怎么对我认真啊？唔对，我想用我迄天叫你提囡仔的时，我迄个态度唔对。但是我希望你会了解，因为我希望我无法接受我要做老爸这个事实。我一点仔心理准备都无，你应该知啦。我用事实做代志，计划。这个囡仔完全离我的计划远，所以我才要求你把囡仔提。你卖叫我，感觉这个囡仔不是在这个计划里面，你都不属于咱这个世界，你心肝是咱这个样，这个囡仔是咱的骨肉，你知影无？这个囡仔到底变异性，是咱那天对我的态度，我都足真心的，我都足惊的，感觉有这个囡仔，咱以前的感情都拢无啊。感觉有一个囡仔，你就无要搁爱我。秀官，卖想你卖动了啦！你不卖。秀官，秀官。我袂来去。等你啦。你先卖拍好无？你听我甲话讲完，你要拍则拍好无？你卖动。你卖激动啦！你唔通袂记哩。你即卖是有心的啦。你哪安尼起甲动手，伤着囡仔，你是要安怎啦？啊？你敢会关心迄个囡仔？伊毋是无伫你的计划内面。是的啦，我拄仔毋是迄个意思。你知无？我今日安尼做，完全是因为爸。因为阮爸反对咱两个到底，你看伊是哪个毛病？我真正唔敢用咱的代志去伤害伊。不过今物无共款，因为你今物有囡仔，因为你有囡仔了，我就必须要有一个查甫人应该有的责任，所以我一定要做。你免骗我，若要骗你，我今仔就无要来。我今日会来，就是要想办法。我爸爸了解，我一定会做。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代志。我安怎讲你才会相信？对了，起码不管我讲啥，你拢袂相信。因为连我家己都无要相信我，这毋敢我伫厝，我嘛一直伫想，想到我迄天做你的态度会怎歹，我明明啊真爱你，我爱哪做你才会问，你
你讲话啊！我爱安怎做，你才会原谅我。你讲话好无？拜托你，你莫安尼拢白插我，你无欢喜，你会讲话嘛？你会拍我，你会骂我，你莫无讲话好无？我伫厝已经无人要插我，来遮阁无人要插我，你知无？因为咱两个代志，阮厝个无一个人要甲我讲话，即要连你也白插我。你讲话好无？拜托你讲话好无？我爱安怎做，你才会原谅我。 你搁相信我一摆，搁相信我一摆，你原谅我啦，你原谅我嘛，我甲你回信嘞，好无？我甲你回信嘞，你莫讲话嘛，我甲你回信嘞，你莫讲话好无？回信嘞嘛。天龙，天龙，我甲你讲，我若骗你，我也无死，你搁相信我。 是愈拖磨。 小妹，你要注意。医生是安尼啦，伊即马心脏有淡薄仔问题，请问一个，有现在注意什么代志？何小姐，我毋是一直甲你讲过。 你的心脏根本就无法度生囡仔，即马想要紧家己囡仔摕掉，啊若无？什么？你要叫家己囡仔摕掉？是啊，因为伊的心脏根本袂堪的有生的压力，啊你无说明的危险，我认为无这个必要嘛，无这个价值。医生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伊的心脏变来以后了，要生几个囡仔拢无要紧是？那当然啦，只要伊的心脏来医治好，将来要生几个拢嘛无问题。 那就才对。主管，咱那个囡仔提调好。 我医生讲的话，你嘛有听着？咱何必着赶伫这个时阵一定要把囡仔生？咱阿爷若结婚了，你个身体医好，你要生几个拢会用的。咱用生一个篮球队出来，对。咱来把囡仔提掉。你是我性命中上重要的查某，他说若无你打电。 我只两件一点仔意思，我头，莫连厝内人烦恼，上重要的是莫麻烦，为着咱两个将来发展，你为不着，赶紧来提掉。 终于想通了，爸爸真是高兴。孩子，你先把这个孩子拿掉，等到把你的心脏病医好了以后，结了婚，生多少孩子，爸爸都很高兴啊。何小姐，赶紧动手术喽！何小姐，你要不要找家人陪你呢？我陪。 走，不用了。你们在这里等我就好了。好，我跟你哥哥在这儿等你。好，那你去吧。
心的也好，是虚的也罢，是甜蜜的话，拢真好听。是真情也好，是虚情也罢，有人来作伴，脚也孤单。一生追求着幸福的生活，天边海角，我远我苦嘛惊。两世间是啥人上好行？感情无换，有钱嘛无卡怎？是啥人上好命？感情无伴，愈活是愈拖磨。